第九天，我现在多请了两个人，营业成本是不是飙升啊？哎呦，有人来了，马上来了，嘿，早安早安。昨天因为学会的事情没办法提前过来做，你跟科布拉说了吗？他说要修理无人机，我帮他找到材料了，多亏了你，无人机修好了，也载一些过来。首先你拜托的炸弹，博士用这个就行了。好，再去石堆那个地方看看吧。等等，听我说完，还有今天怎么样？哎，科布拉商店要开张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虽然快递没来，不过有无人机能用，大概可以运输三种道具。再谈选择，可以每天看更新列表。哦，贩售标签的吧？总觉得你会卖很贵。不过事先准备一下再进去也不得。我不会仗着垄断就把这个哄抬价格，不用担心，请多多使用。无意中说出商业秘密了。先去石堆看看讯号吧，要穿过石堆，要用炸弹。哦，所以要在这个商店买炸弹哦。哦，辅助道具，当天只有当天能使用。要不要带个潜水相机去呢？有相机了，拍个照研究方便。告诉要你拿着，有要拍照的地方再按。哦，来看一下他的商店到底卖些什么啦。卖哇十块钱而已，其实卖的蛮便宜的，对不对？一次性的这个氧气瓶、氧气胶囊补充 50%， 我们还可以贩卖东西给他哦。哦，好像不错哎，我多一把枪是不是？那把这个卖给你。其实卖的还蛮哦，五百块，卖的很有人性嘛。我这样就有钱了，有钱提升我的装备了，500块，还不行，还要，他差一点点，再卖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有钱了哦！用手机来提升我们的负重。嗯，不要遇到危险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带很多鱼回来的。对，那我们下海咯，这一次我打算多打一点鱼，来吧，走，嘿咻，走走走，我看一下哦，嘿，负重42，感觉超好的，随便打有没有？看到鱼就打。好喽，来喽来喽，这里有暗流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好好，冲进来了冲进来了。哎呦，到了到了，到大门口了。来了，把炸弹放在石堆上吧。哦，好哦，这么冲动哦。要设置炸弹了。哎呦哎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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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放，设置好了吗？透过无线电看不太清楚，要是你不会小声，炸成碎片变成杀人食物就糟了。不面带微笑说出这种恐怖的话，离炸弹远一点吧。好了，我们离炸弹远一点了，这样应该够安全了。上吧，这样很安全吗？这样感觉很近。好了，炸开就好了，路打通了。透过微弱的光进去看看吧，要是里面有怪物怎么办？那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。现在都没有人要管我死活就对了。移动到新区域吗？哎，可以直接这样过去哦。新区域。啊？哇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深海阎王。哇，这地方。人鱼族的档案室，超幸运的预感，没错，这个 TG 一定有鱼人族的存在。看这个壁画，会不会是因为地壳变动沉入海底的古文明遗迹？你这个想法很不错。这个画风跟建筑样式跟地文明有很大的差别，先调查一下吧。哦哟，好，先调查。这里看一下。哦，怎么看都不像天然形成住宅刻的不明的文字。哦哟，古代大壁画，哎，这个好夸张哦。看起来很像将军国王的壁画，看起来很强，只下半身好像有鳞片，难道是鱼人族？还有要调查的吗？噔噔，哦哟，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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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过得去吗？好好好，我们调查这个。
海豚和藻类的壁画，看来鱼人族不止写字还画了画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用我给你的相机拍张照吧。要怎么拍照？这可以拿吗？开拍照，要怎么拍照？对啊，哦，在这里，这里有拍照的图示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相机新内容，标示的地方可以确认清楚，可以照相。这个拍没有很好，哦，对焦之后拍下来，好，对焦之后按住对焦，哎、欸，这样算拍好哦，只拍这么一小张哦。感觉应该要退后一点哦。地板上面那边有什么呢？可能是鱼人族的遗物也说不定，带回来吧。我这边我还想再拍一下，还可以再拍吗？捡拾地上的遗物好像不行哎。刚刚我本来就想捡这个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噔噔，哎、欸，又有人讲话了。又是之前那个声音，充满文字，鱼人族文字的档案室吗？到底记录了什么过程？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无线电什么都没有。你先乘小艇回来吧。嗯、欸，都没声音哦，只有我听得见。哦，穿过石堆回小艇，所以我们要回去了。他是不是叫我们说别再来了，快滚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别来了，快滚！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啊咻！哦呦，这里好像前面有一只怪怪的生物，我应该要……哦呦，会咻！哎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！赞呐、啊，安康鱼，补充一下弹药，安康鱼啊！哎，红色狙击枪。哎呦，新的武器，红色狙击枪哎，感觉好像很厉害。我等一下来试打看看好了。红色狙击枪，它可以打这个吗？哦呦，哇哦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有这个打什么水母啊？太浪费了，应该要去打鲨鱼对不对？有这个就是要去打鲨鱼的、啊。好了好了，红色狙击枪，我可以远距离的干掉这只鲨鱼了吧？哦哦，打两发，我已经没子弹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把它电死了、欸，全部都好利息！哇哇，有鲨鱼头了，一个鲨鱼头。那个就有七十几块、欸，很划算的。那个只想到赚钱而已。好了，氧气不足喽，才四十几就跟我说氧气不足。好了，逃生舱走了。那个这一次真的装太满了、喔，装了42还不够我装哎、欸，满满的交货哦，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这次的任务怎样？什么鱼人族的遗物吗？真是太有趣了，幸好你喜欢这个壁画，带回去研究吧。哦，很快会跟你联络，拜拜。走掉了。哎呦，又有人来了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边的人，我们在海底听到爆炸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是海蓝团，玷污这片大海的人，我们要告发他的团体。如果在那当中有最大恶极的家伙，我们也会亲自惩戒。我们接到检举，有人在这持续破坏环境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干的，但你最好记住我的话。对什么伤害这片海域海洋的人跟海蓝团，我约翰华森绝对不会辛劳。对大海保护者的感激之情，对大海的恋爱不会忘了。我先告辞了。我会盯着你。哇哇哇，还有抗议团体耶。I watching you。走掉了。哦，好恐怖哦。让人毛骨悚然，我们不会有事吧？恶名昭彰的组织蓝海团，打着保护的名义使用暴力，其实是破坏环境的主谋。
不是小规模的渔场，而是大规模的进行捕鱼作业的企业。蓝海团从不批评他们，大概从那边收取了活动经费或什么龌龊的原因。光看这样，我也觉得他们很危险，被那群人盯上不是什么好事，小心一点吧。哦，耶，红色狙击枪，这把还蛮好用的，哎，哎呦，99嘞，在里面9分钟，超久的。继续我们下午的潜水哦，早上的潜水，满满的收获。哎，我今天好像潜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哎，发现好多都没猎过的鱼。这一只也是今天第一次猎到的。哎，发现一艘沉船了，哇，这里有一只，哇哇哇，这是什么鲨鱼啊？感觉好恐怖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过不去吗？这艘沉船，哎，我本来想拿这个东西的，过不去吗？哦，这个好恐怖哦，我先不要靠近好了，先去杀其他鱼。我们今天的鱼货很多哎，不能死在这里。好了，秋风带着满满60公斤的鱼货上岸了，今天超多新鱼种。噔噔噔噔，呼叫呼叫，来救我，来救我！没有跟鲨鱼正面对决哦。来看看，哎，最佳时间，还有最佳深度，新鱼货。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新鱼货，这个是获得13，最高13嘛。我们今天也12，哎，几乎都是最高的，哎，几乎都最高的，看一下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哇，超多鱼种的啦，赞啊！来，我们回去经营寿司店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我的寿司店，喂，美食家，纹身美食家，哎、欸，还有电视哎，杰伊跟着，哎呦，杰伊眼睛也太大了吧，这个眼睛也太大了。今天料理班桥寿司，耶！传奇的纹身三缸一起品尝。我是纹身三缸老师，你好。你认为什么样的寿司？寿司是一位非常简单，米饭、醋和三葵放在上面的海鲜，就凭这些决定一切。But 的并单纯不为着简单哦。听好了，这些什么用了好材料。怎么保管？怎么熟成？怎么切海鲜？怎么煮米饭？怎么捏？这些主题之下 ，yes， 这样啊，你对班桥寿司这招牌，也就是特色的什么寿司有什么想法呢？自古以来，海鲜之王尾鱼，尤其是大腹肉最棒了。凭借着牙平、什么丝鱼等喉肉、白鱼肉，哦，念了好多，我不想念了。大家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江户时代得到大量印证哦，辗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寿司的料理。经过老师的批评，加州卷这种东西不能被称为寿司啊。哦，不知道对今天这个班桥寿司又会做出怎么样的评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角班桥寿司的老板班桥，真出来了、啊，我叫班桥，果然沉默寡言，就是要用料理的实力说话吧。在巨大蓝洞附近，风景秀丽的寿司店充满匠气的厨师，真令人期待啊！纹身老师打算品尝什么料理呢？虚有其表三题，菜单也没什么好看的。那个，你叫班桥吗？你的名字，让我看看你的手艺吧，请端出让我大吃一惊的料理哦！这个我好像料理鼠王哦，那个评论家。你敢端上来的，我就吃。哦，这句话，纹身老师大胆的挑战，把料理权交给了厨师啊！听到这种侠义的想法，我很难坐视不理啊！请得再下两天的时间，我一定让你品尝到惊人的美味。哇，传奇美食家和特色厨师的对决，这实在太有趣了！下一次同一时间全程直播，明星厨师不要转台。两天后，哎，哇哦，他走掉了。这样是不是太乱来？打算怎么办？男子汉不会挑衅挑战，我已经有想法了。你能帮我找一些材料吗？
我需要长金的葡萄蕨类和白斑水母，两种都在100公尺左右的钟乳石找到。哦，那些材料做寿司吧，我知道钟乳石对吧？我去找找。哇哇哇！我现在要找食物了 ，VIP 客人呢、欸？哦，在访，在指定日期前准备好。哎、欸，我都找到了，已经解决了，瞬间解决有没有？太 easy 了。好了，不要废话好啦，先开幕今天的料理好啦，今天的哎、欸，这个18哎、欸，先强化一下啦，只有18而已，不够啊。准备好了，开始开店喽！噔噔噔噔噔。我又是茶水小弟是不是？我负责倒茶水，欸、等等等等等等，太多人要倒茶水了吧？哎、欸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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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哦哦哦哦，好了好了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，很多人需要我倒茶水的。你看你看你看，这个又不满了，倒个茶水要不满真的是，哎、欸、，perfect， 很好。哎呦，今天的开店好像很顺利哦。噔噔，赚了很多钱呢、欸！哎呦，哦呦，哦呦，新高五星评价，这样才对嘛！再创营业新高哦，这样我又可以提升一下我的装备了，是不是？太棒了！